Hello， 好久不见，你们都好吗？我很好，也很开心，因为即将有很棒的偶像会从第二季的《中国梦之声》诞生咯。偶像是什么？偶像对我来说就是独特的，有才华的，声音有辨识度的，就算不完美也会勇敢做自己，因为我也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。你们猜出来我是谁了吗？